我们是从阿公开始开业到现在50几年，那算是台南人记忆中的老店之一。我开始做的话，到现在差不多是21年。我们这次跟全家联名的府城牛肉燥饭团，是我们特制的中药卤汁，加上肥瘦适中的牛角肉，包进 Q 弹的米饭中，香气十足，好吃哦。到台南来吃阿春牛肉汤，在全家必吃府城牛肉燥饭团。